大重点铁路工程新疆和田至若羌的和若铁路，穿越我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，全长825公里，是国家将腹地近乎疆距离缩短了1000公里，多数都是流动性的或者半固定的沙，现场没有混凝土现浇的施工量。经过近3年的建设，现在呢整个铺轨工作已经进入了尾声，正式沙漠铁路环线正式闭合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样。